闻大白话年度破关解任务，任务一，订阅新闻大白话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任务二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，用行动支持优质节目，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。晚安，欢迎收看1500新闻大白话，我是主持人翟轩，邀请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TVBS 新闻网的 APP 来掌握最新的新闻消息。画面的右下方会有 QR code， 扫描之后开启推播就可以掌握到新闻快讯。我们就来欢迎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，公益人士郑村奇，大家好。还有资深媒体人罗友志，小轩好，大家午安。好，马上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哦。今天蔡英文去到这个藻礁来视察，在这个地方就有人站在外头，因为想要跟总统来澄清，或者是想要来抗议，好几个团体在这个地方，但其中有一位啊，是这个挺藻礁这个观音挺藻礁联盟的。戴兆华，他想要到现场来发送新闻稿，非常的扯啊！他说啊，他被26名的远警给包围，让他真的是直呼啊，哇，马英九比小英更有民主风范啊！因为他怎么讲啊？他说他从大马路一直被逼到确定不会被总统车队看见，其实警察甚至希望他可以到树丛里面，连这个大门都看不见，等到车队走了之后再出来。他就说，欸，没搞错吧，我跟其他这些不一样啊，我是去发新闻稿的，我不是去抗议的啊，竟然警察希望你说不好意思哦，你到树丛里面去哦。因为蔡英文啊，之前我们不是知道说他要听不到打不到看不到吗？所以欸，麻烦你哦，乔装一下到树丛里面去，躲在里面当树一下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昨天呢，他就其实已经有联络警察局哦，说这个新闻稿都已经给新这个警察局说，哎，我是要去发新闻稿的，我只是想要让台北的记者能够听听真正在地的声音，至少能够看到新闻稿啊。结果连记者的游览车都不能靠近啊，记者已经是离这个蔡英文非常远的了，就很远的距离对着蔡英文在大喊的了，他连这个跟记者的距离又再更远一点，所以这其实就是蔡英文跟人民的距离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，就是反年改的陈抗啊，其实过去这几年以来，很多场的抗议活动，而其中一个是在2019年到屏东去陈抗的一个人呢，他当时呢就是被警方团团包围，他只不过是拿出一个布条抗议哦，但是就被警方团团给包围，甚至还限制他的行动哦。他警方把他带往空地，所以这一名男子何姓男子他就愤而提告啊。最后法院是判警方要赔15000元，就是这个维安过当判赔的第一例啊。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画面，因为他是2019年，我们只能用示意图啊。每一回的这个反年改冲突，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警方是优势警力啊。那这个陈抗的民众哦，就是这样，常常会被团团包围，就被拉走这样的状况。冲突场面其实从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，但是蔡英文真的是离民众很遥远呐。之前好多次，很能民众想要跟蔡英文说说话，马上被拖走；想要澄清，马上被拖走。这就是蔡英文跟人民的距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中油现在呢，以每年2000万的保育，周边的环境跟藻礁，未来我们会有一个10亿元的基金来做生态跟藻礁的保护基金，更会跟我们桃园市政府来合作哦，从海岸巡查、定期的禁滩、环境保护等各方面来做哈。藻礁有保护，空污有减量，经济有发展，环保跟国家的发展可以双赢，所以我要在这里要请我们社会大众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支持这个双赢的方案。双赢的方案是他今天到了藻礁这个现场的时候讲到的话，但是双赢到底赢在哪里？到底是谁赢了呢？因为其实哦，这个蔡英文他这次去到这个藻礁这边啊，我们看到他对于这个人民的声音，他是不闻不问的，他甚至是不要看到的，不要听到的。那所以对于人民来说，过去每次想要靠近蔡英文是多么的困难啊。我们来看，前辈，前辈，再前辈，平安进步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，前辈，前辈，
再谦卑。他四年前要选，要选举前他承诺我的事。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。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。好坐。谦卑，谦卑，再谦卑。戴总统，你知道吗？戴总统，监管会失职，你知道吗？听不到、打不到、看不到的谦卑就在我们眼前啊！什么叫做谦卑？谦卑是这样子的谦卑啊，这是让人民非常遗憾的一点。想要跟总统讲讲话，过去在马英九时代，你真的常常可以看见啊，就是马英九被抗议的人团团包围啊，然后他还是在那边倾听。可是蔡英文啊，选择跟你越离越远，离越远越好，你就算靠近我，我消音你，这就是蔡总统现在的一个做法。所以啊，现在人民的愤怒从蔡英文到现在的这些官员们啊，愤怒不断在堆叠啊。为什么这么的愤怒？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满朝尽是三宝啊，包含了陈时中啊，不然要怎样嘛，还有陈吉仲吃莱猪好比这样子吃保健品啊，还有这个用辣椒水跟 APP 叫大家哎，店员用辣椒水，人民用 APP 来报案啊，这样的新三宝、啊、就像让大家想起以前的旧三宝啊。现在新三宝是逞口舌之快，以前的以前的旧三宝啊是口无遮拦啊，这个蔡启芳啊、林崇谋跟侯水胜啊，当时就是以出口成章成名啊，大小争议不断，那时候被大家誉为三宝啊，但是三宝已经卷土重来了，现在一代还有新人出啊。那其中陈吉仲为什么在 C 位呢？因为我们特别要讲他这个保健食品，昨天真的是被大家给骂翻了，声量就是到了一讲到保健食品又往上冲一波啊。因为之前你看啊，都已经几乎躺平了，没什么人在讨论陈吉仲，哎呀，突然保健食品让他又冲到了这个历来的这个近期的新高啊，所以大家就讽刺他，就是现在查询陈吉仲比他名字还要大的字是什么？保健食品啊。那以前当学者的陈吉仲是怎么样子啊？跟莱猪、莱克多巴胺剂啊势不两立啊。以前当学者打死也要挡啊，猪要吃的时候不可以吃啊。那现在当官的时候嘞，这是被讽刺啊，寄情漫画说现在是自己抢着吃啊，健康食品嘛，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。真的那么健康？大家一起吃啊，做会来夹、啊、那为什么呢？现在这个样子，大家就梗图齐发，现在越来越多网络上的梗图啊，来就像保健食品啊，还有说啊，这个保护你也推荐给你的家人啊，还有招来吉祥，这个台湾成语、台湾价值的成语教室啊，为了保护来猪忘记过去的坚持出卖灵魂，向官位投降啊！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悲哀。那沈正南医师就说啊，他觉得太经典了，因为2000年以来啊，这个来剂上市以来啊，现在啊，这是一个最有创意的宣传词啊。特别是台湾人哦，一年花1300万，很爱吃保健食品啊。那你偏偏还1300亿买保健食品啊？那你还偏偏要用保健食品来举例啊？那为什么我们真的台湾人要这样委屈来吞来剂？所以他已经俨然成为了来剂的最佳代言人了，这是人民的一个悲哀啊。有这个，其实你看到你说他叫三宝，但其实我在另外一个频道我都说他们叫四傻，全部都是傻的。四傻，再加一个王美花嘛，为什么不把王美花顺便算进来呢？三宝一花，而且我还加上一疯，疯啊，疯狂的疯啊，苏贞昌哦，苏贞昌够疯了，他刚每天找人吵架，每天找人骂。天天呢就是要把台湾撕裂，每天都是他，所以我叫他一疯，然后四傻，四傻，啊、那这三个再加一个王美花就四傻了。嗯，整个团队哈八部二会，整个我们总共也不过才十几个，没有几个一级主管就有四个是傻了，那台湾要怎么办？而且这四个傻哈还是占着所有八部二会业务一半以上哎。只差一个交通部进来，大概就占了2/3了。嗯，真的很扯，整个台湾被这四个人这样搞得乌烟瘴气、乱七八糟，然后现在还每天在公投上面胡说八道。
我真的是觉得台湾如果这一次公投不能好好给这四傻一个教训，我想台湾以后就没有未来了。你看蔡英文这一次，我为什么讲为什么他们傻掉了？蔡英文是精锐进出，而且他是油尽灯枯，他把所有的能量都花在这次的公投。是这四个人讲到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实在，我跟郑老师，我们应该有那种经验了。就刚好讲啥事场以上吼，有当时讲到上尾要场，你唔知家己咧讲啥，有没有很累啊？有时候你家己也戏较长，你知无？讲唔对诶。这四傻就是这样，天天在胡说八道，说到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，不是不是这样？全部都在胡说八道，到那个场合胡说八道，那个场合胡说八道，那个场合胡说八道，他已经忘了哪一句是真的，然后又累，油尽灯枯，耗尽自己最后一滴的蜡烛啊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把所有的油尽灯枯的能量耗尽你之后，然后被大家笑死，全台湾都要被他们这几个人胡说八道，然后全部带风向带到现在，你觉得不过分吗？然后所有东西完全讲不出去。我跟你讲，我做媒体记者二十几年，我没有感受到这个时候这么不能讲话的一个时代。对。24年、23年，我的新闻生涯，陈水扁时代，我那时候多恨姚文智啊！那个时候他是新闻局局长，一天到晚接他的电话，然后在那边讲东讲西啊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。好歹哈，他让我们骂完之后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。现在是连骂都骂不出去。你看看这些人，刚刚你们剪的那片段真的很棒，这谦卑谦卑那个，其他我都还可以。你要讲说这是维安呐、啊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其中光第二段。有那个有一个女生不是对着镜头在讲，请问她做了什么事情？是媒体记者在采访她，这是全世界就她，就是这位全世界公认的言论自由。我们镜头就代表言论自由的起点，而她在讲话就代表言论自由的表现。硬生生，然后硬生生，等一下看，把她拉走，就这样子，一个女警就把她给拖走。你可以阻止人家嘴巴讲话、欸？哎，台湾是什么国家啊？我二十几年的新闻资历，我从没遇过这种画面。我想，如果我是记者，警察敢在我面前带人走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吃不完兜着走，我一定告你，告你妨害言论自由。然后我这些警察朋友，我真的也不忍心骂。为什么？这个标准的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翟先生，我要告诉你哦，这些我的朋友们，没错，你看到他们这样子带走这些人，然后把这些人架走。你很生气，你会想要骂警察，但你知道吗？他们装备卸下来回到办公室的时候，三字经连发。他不是骂这些抗议人、欸、他是骂蔡英文。这些警察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做。他们是警察大学毕业的，警专毕业的，3年4年都在学法律，都在讲说保护人民。他们后面有那个四个信条。对，整个3年4年都在背这个，你叫他们出来做这些事，他们不愿意啊。是，可是能怎么办？从苏贞昌这个疯苏疯子一路到下面内政部，再来警政署，全部都压力就下来。你刚刚讲的打不到听不到，全部都然后上面呢接到命令，整个警察局局长就发布的勤前教育，今天绝对不能怎么样怎么样。我想下面的手已经捏到快要爆掉了。出去之后照办，你不办，我跟你讲，回来就一直申诫，你要吗？这些警察的申诫谁要扛？然后国赔以后10000多块，谁造成的啊？不就中间这个女人造成的？是，你讲的多好听，谦卑谦卑再谦卑，你们还没有把那段剪进去，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吧？可以翻桌，可以拍桌，没错。不要说拍桌，连这位女生她在告诉你我有话要讲，连拍桌都还没拍，嘴巴就硬生生的被封掉。对，在我们记者的前面被封掉，全世界有这种民主国家，只有台湾。最悲哀的是，我们想要讲话，连桌子都看不到，不要说翻桌啦。你说第一次听不到大声一点，第二次听不到大声一点，第三次听不到，你可以拍桌啊。这个只是一个口号，一个骗大家的话吧，郑老师。今天谈这个所谓新三宝，刚刚有志说新三傻了哈，四傻，然后再加一傻，不管四傻或者加五傻，恐怕不止这。我觉得啊。他们最近这个表现是很特别的，违反常理，没有常识，脱离常民，十分反常。那这最近就变成舆论的焦点呢？一般老百姓说，冷话背行，一般话背行嘛，我不会讲出这么一个离谱的话，所以大家都议论纷纷啊，那把他们公投焦点都转移了。我不认为他们是三傻，我认为他们应该叫新三害或者新四害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年纪大一点，当年什么蔡启芳啊、林崇某还跟他街头一起这个一起待过的，这些人当时主要都是民意代表，讲话有点离谱、脱线，但他基本上还有其他的正面的表现啊。整个民进党当时是个正面能量，所以这几个严格讲有点瑕不掩瑜，就当作活宝嘛，闹闹而已，而且明代危害不大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三个都是部长，他们可都是大官呢。大阁员呢，刚刚讲的有志讲的，那你说交通部长有差吗？王国才，你看那个宜兰案不也是荒腔走板吗？对啊，那个捷运那个铁路怎么弄？嗯，你说有缺这种危害老百姓的这些官员吗？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啊！那怎么会这种表现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讲他们是脱离常民，因真正民进党急进固啊，吼，每天都浸在这个权力里面，那个把自己膨胀的不得了。那更重要是怎么样？他们活在被监督的几乎是真空里面，没有他不在乎啊，肆无忌惮啊。以前那些所谓的那个三宝啊，蔡启芳他们，哎，共共共，国民党一直势力就大了，他还是有所忌惮。现在民进党几乎是全盘操控，所以这些官员才会这么样的荒腔走板、肆无忌惮，讲出一些不是一般人能够讲出来，根本是脱离太离跟老百姓离太远，所以大家动不掉啊，那个接盘像一起打拉棍啊。这个是太精彩。那我跟你讲，以前那个啊，真的是民进党进步中了一点一点，有一点这个疮疤。这几个是怎么样？民进党整个已经臭了，就像那个收掉了那个，不要画出来就丢了，喷了，哎呀，不要那表出来就丢，臭嘎嘎，那简直是难以忍受。所以我看不能小看这个东西，是整个体制崩败。那他们严格讲，某种程度也是怎么样？刚刚有次用一句油尽灯火什么头，因为一弄哦，一激动紧绷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所要处理的问题，结构性的问题，都已经是他们过去遮遮掩掩呐、啊，用大内宣、大外宣，那乾坤转移啊，什么抗中保台转移焦点，已经招式用脑，看没掉啊。所以他在上面只好什么助剂球棒啦、啊，哈，什么当作保健品这种消委我别供，他有点是没有束手无策嘛。那你束手无策又占这么大的位置，然后结构性的问题又已经遮掩不住，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？那你回到刚刚一开始，今天早上发生这个事情，我们民进党哦，闽南外国擦金该掰啊，也是该要倒霉的时候，是刚好这个判决二审就定谳下来，屏东那个，那是一个老兵去抗议啊，判他赢哎，对，国赔1.5万元，这个是过去少有，虽然他要求是40万，那法官的判决。可以来对照今天这个早教联盟的再造啊，法官为什么判认为和的那个退伍军人赢呢？他说他去抗议啊，你应该规划他一个抗议区给他、啊。你警方第一个没有规划抗议区，第二个你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，你嘎嘎嘎嘎嘎嘎弄啊，还把他布条扯了，他嘴角还流血。对，你们根本是过当嘛。因为现在警察开始在抱怨说啊，我们以后怎么执法？那你回归到今天早上这个戴兆华。他事先就有发新闻稿工，我是去发新闻的、啊。我是街头抗议老手了。他今天被控议，他绝对是报告过传人了嘛、一看他就是不像嘛。是啊。那你们他又是在地的，他是桃园地区，你警察跟他不是应该算了解啊？为什么要一对付他一个人，动用26个警察？干他赶到早教那个地方去，是准备来一场大动作，再来扳回颓势，要来面对说早教我敢亲上火线，结果呢，你这个执法过当，整个焦点就乱掉了嘛。那我问一个问题，今天早上这个过当已经没话讲了啊、那我问，如果我今天是当总统，这到底怎么办呢？是哪来的乱？但我想，我如果今天当总统，我会跟他们讲说，要让我看到抗议。因为我要知道，这不单是只是民众的权利而已，接地气啊！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而如果我不对，我才有机会知道啊。如果我对，我知道我明明做的对，我改革对，为什么还有反弹呢？是要如何处理的？好，那现在就是说，是下面这些警察或者是这些这个内政部长过度解读马屁，他的过分，把总统不接受的。从起个调调尊度啊呢，看光无看，想哦，那如果都没有让总统看到，哇，表示他们怎么样，成绩一流的。可是如果民众合法的、合理的抗议，警察也合理的执法，也让民众表达了抗议，也让总统看到，啊，要让他看到，已经多少会造成干扰嘛？媒体也能够看到，如果是金上不爽，
对，阿内比帅麦光大怒了，他眼色一甩，表示一种这个干扰。我跟你讲，下面就知道该怎么办事。那你上面十分熔岩的时候，下面一定弄到二十分的高度镇压。那怎么这个所有的人民的陈情抗议的表达的权利都被遮掉了？所以要问蔡英文，你到底是什么态度？嗯，有啊，你们不要自我关爱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要看到抗议。嗯，我要知道抗议。是，我今天执政啊。你们不要让他，比如说伤害到我，这个你们应该做的，不要过这个过。可是抗议是老百姓的权利嘛，你不是说他的权利，然后你把他遮到我没看到。我要是我政治局，我说我要看到，而且我要知道。那如果我有本事，我敢面对，甚至在安全范围之内跟他们对话，那看起来蔡英文不是这样嘛？但恐怕蔡英文他去就是要作秀，你看他今天准备一场大秀要做，对，所以根本不想让他看到。问题怎么样？适得其反，今天这一弄。你们执法过当，焦点失掉，然后让人家看到你们是个多么不民主、多么不进步的一个党。所以人民看得很清楚啊，就说什么叫做最会沟通的政府啊？二十六个人把你拉到旁边去，这就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啊！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